吧？你们怎么拿这么多资料回来？对啊，这些都是馆长很用心做的研究资料，只是确实有点多。这些资料录入分析都要好几个星期呢。除非我们只是负责拿回来，况且我和普利士还要加强作战训练呢，对吗普利士？对啊，我们约好了马上要去了。上次你说的那招练得怎么样了？哼，还说是最团结的战队呢。神机手，我来帮你吧，这些资料或许可以帮我们早点找到虫巢的位置，那就可以更快找到爸爸。神机手，你看我们上次拦截到的那个能量信号更强了。在这个无人区有这么强烈的能量反应，而且没有移动。是的，这可能真的就是虫巢的位置。啊，虫巢？你意思是说我们找到了虫巢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我们马上出发到那位置调查，不就一清二楚了？是的是的，我们马上出发吧。好吧，不过出发前我们得先处理了这些资料。虫王大人，狂甲擅自行动，盗用增幅器对付变形联盟，结果……我说过不要单独行动，现在增幅器被毁，能量罩失去屏蔽作用，虫巢位置已经暴露，那家伙简直是要毁了虫族。看来这个虫巢很难守下去了，为了保护能量核心不落在变形联盟和普尔达手中，我必须要把能量核心带走，变形联盟一定会找到这里，让鬼影带领其他虫兽拖住变形联盟，就这么办。大王，请问现在要怎么做？传我命令，从现在起扩大防御范围，鬼影安排虫兽设伏在城郊区域，要确保虫巢的安全。遵命。海潮，我们这次行动有告诉海梦吗？我留下信息给他，他会看到的。那就好。检测到大型基因改造生命体，位置西南城郊。好的，坐稳了，全速前进。就只会命令我？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只臭苍蝇。变形联盟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了。你不会是来欢迎我们的吧？我是来好好招呼你们的。攻击，游戏时间到喽！变形联盟出击。就只有这些吗？别得意，急转放出击，我赐予你虫王无上的力量，消灭他们。长臂没事吧？放心，我可是宇宙第一的长臂大人，终于来了个像样的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超能神机手，巨能霹雳炮，爆长臂，强袭普利士。这么快？这是什么飞行原理？
风暴场壁。明白，看你躲不了了。它的飞行控制力比我的直升机形态还强，好像没受惯性影响。啊！急转风插翅亚目昆虫，贵蜻蜓进化体，拥有翅节、翅翅特殊结构，飞行力极强。这个急转风是之前遇到过的鬼蜻蜓进化体。伙伴们，组合攻击，收到。聚光炮，他居然见识到厉害了吧，想利用烟雾弹迷惑视线展开攻击，同样伎俩怎么可能会再次上当？变形联盟，你们太小看虫族了，上！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们注意到了吧？那家伙的翅膀，长时间那么高频率的震动飞行模式，不宕机就怪了。那家伙在歇息，他的翅膀有了，超能神机手变身歼灭机形态。既然震动飞行耗能巨大，那就利用这一点。嗯，射爆破，电风暴场壁到我们了，收到。超速裁决，创世重击，胜利了！太好了，打败他了！你们真厉害！这要多亏了神机手的提示，还有精彩的空中对决。是大家配合默契。哇，神机手居然有害羞的一面，我一定要记录下来。鬼营去哪儿了？这胆小鬼一定是趁乱逃跑了。先别管他了，他们既然在这里布防，看来我们的推测是对的，那个坐标就是虫巢。没错，我们尽快赶路，找出虫巢。糟了，看来他们找到了虫巢的位置，必须立刻禀报虫王大人。我得快点去跟虫王大人报告变形联盟的行踪。等等，
那如果跟虫王大人实话实说，他一定会震怒的。那么，我的地位岂不是更加不保了？才不让那个讨厌的夜光占便宜！不行，我得先做出点成绩，再跟虫王大人报告。变形联盟只是合体后才强大，单个并不怎么样。不过他们的合体真的是好帅呀。话说回来，想个办法不让他们合体，这不就得了。真是奇怪，扫描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还是无法锁定？照理说，虫巢的位置应该在附近，可能是信号源范围太广了，才无法精准定位。我得想办法改变系统运算的方式。吃饭时间到了！耶、太棒了！哎，真吵！来来来，任务再多，也要先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啊！海城说的对。尤其今天的午餐不是海梦做的黑暗料理，太棒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好像是霉菌。但是发霉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呀，这么突然的出现大量霉菌太奇怪了。居然连空中都飘着霉菌啊！侦测到虫兽了，这些突然出现的霉菌一定跟虫兽脱不了关系。这是什么？不管了。这普利士，你干什么呀？真服了你了，都发霉成这样你还敢吃啊？搞不好还别有一番风味呢。这普利士，你们也注意到霉菌了？霉菌是从东北方向飘来，估计虫兽就在那个方向。这是鬼蝇，它不但没跟虫兽在一起，还飞往相反的方向，这太不正常了。看来我们得兵分两路了。神机手、长臂，你们追踪鬼蝇，霹雳炮、海城，跟我去对付虫兽。哼，虫族敢毁了我的午餐，我一定要好好跟鬼蝇算账。霉菌密度越来越高了，应该很接近虫兽了。嗯，找到了。只是这虫兽散播霉菌，它的目的究竟是？这，我想这虫兽很可能是……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是切叶蚁兽。切叶蚁是一种会种植真菌的蚂蚁。啊，蚂蚁还会种田不成？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切叶蚁兽确实会种田。这种蚂蚁会切下叶子带回巢穴，并利用切碎的叶片种植真菌，再用真菌喂养幼虫。而霉菌也是真菌的一种。嚯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我明白了，切叶蚁兽就是靠着霉菌替虫王搜集能量。反正这大蚂蚁到处散播霉菌，实在太脏了。霹雳炮，我们快去教教他如何讲卫生。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行，小心！
脏死了！原来你也知道脏。蚂蚁，你得赔偿我接下清洁费用啊！音速大雨，任任。什么？千叶蚁兽居然毫发无伤，一定是坚硬的外壳起到了保护作用。这实在太脏了。嘿，这下我俩一样脏了吧？别说废话，我们赶快阻止他。你没事吧，巨能霹雳炮？我没事，但是有件事我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鬼营这次没跟在虫兽身边？你说的对，这确实很不正常，我们速战速决，尽快去支援长臂和神机手。嗯，我们上。嘿，大蚂蚁，你要注意卫生啊！run。小心普利士。没事没事，我只是一时疏忽。小心啊！巨能霹雳炮，看来你找到好防具啊。霹雳炮，换我来！嘿，呀，嘿呀！加油啊，强袭普利士巨能霹雳炮！巨能霹雳炮，机会来了！超速裁决，雷鸣火轮，强袭普利士巨能霹雳炮，你们成功了。这是当然的，你们太帅了。你干嘛呢海城？这个你们两个身上都是霉菌，有那么一点脏，还有一点臭呢。嗯，臭吗？海城，是兄弟就不要嫌弃我们脏。不要过来啊。不要啊，别跑啊海城。鬼营没跟在虫兽身边太不正常了，他一定有什么阴谋。神机手，神机手，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神机手，神机手，你听到了吗？神机手。